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却有佛系的防疫做法，包括了学校继续上班上课，那大家照正常的方式生活，有症状自己在家隔离7天，也引来广泛的讨论跟抨击。货架上全被抢购一空，面包、干粮、干面条，任何可以放一段时间不会变质的东西，全部一包不剩。大批抢购人潮瘫痪英国超市，挤爆收银区，担忧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民生用品，陷入了恐慌性购买。Antibacterial wipes, toilet paper. I'm noticing that there's nothing inside at the moment, so I'm going to have to go to another shop to find that. 民众如此害怕，但政府却很佛系。If you have coronavirus symptoms.However mild, either a new continuous cough or a high temperature, then you should stay at home for at least 7 days to protect others and help slow the spread.强生指出，英国防疫进入拖延阶段，没有宣布停课，也没有颁布任何旅游禁令，不禁止大型集会，也不关闭餐厅。但英国媒体民调显示，只有36%的人相信强生政府。I'm not sending my kids to school on Monday. You're not? No. Well, we've had a few cases locally, so I'd rather just be one step ahead. 英国逆向操作，采群体免疫不作为政策，目标让60-70%的民众都有抗体的话，疫情大概在夏天就会结束。不止英国。瑞典也是如此，12号就宣布不再对轻症患者还有疑似患者进行检测。超过300位学者联署呼吁英国、瑞典政府积极采取防疫行动。英国来往大西洋两岸的邮轮上头至少5人确诊，另外还有40名乘客和员工出现流感症状，遭到加勒比海多个口岸拒绝入港。英国政府还在寻求外交途径试图来解决，但 WHO 的发言人抨击，在对病毒还不够了解的时候，英瑞两国不作为的政策不可取。大陆新加坡也批评，这样子恐怕会让疫情大暴走，让防疫出现大漏洞。